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我们已经玩完了三个区域了嘛，现在是最后一个区域了，大陆辐射扩散。我们这个应该就是完美全破吧。好了，我们来啦，有扩散是不是？有毒气，毒气也只有在这些角落而已啊。有一千了。我看一下这里要怎么处理哦。这附近能插我的电塔吗？插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回收毒气。等一下，这里不会只有中间这一点点可以盖吧？这么一点点哦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先回收一下毒气啦，把这个插在这里。回收毒气，回收完毒气之后，就会有一点点的空间吧。这个辐射中了，哇，这都只能盖这么近哦。好了，这里一个风机，然后用了这么多回收毒素的，我这边，我这样一直回收毒素，没有盖，我是不是会死啊？所以我还是要适时的把这里的毒素都先清除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觉得可能再搞下去就嗝屁了。先把这边的毒素回收，然后把这一个放上去，143灌溉。哇，真的只能在这里做事而已哦。然后有灌溉之后，有更多的这样子有赚吗？感觉好像没什么赚哦，对不对？总之有更多的，我们才可以继续的盖嘛，对不对？感觉就是没赚哦，大亏本有没有？这样子把这一条走道都灌完了哈，那接下来要怎么办？他要100%的话，是不是要拯救一下海洋啊？副食这里有加的哦，看来好像真的要拯救海洋嘞，不然我们也没救了。得我们的资源这么少，想不到这个这么顽强，这么难搞，有没有？资源太少，太顽强了。这边的我回收的差不多了齁，我可以在这里再盖一个风机，然后这里继续清除我们的毒素齁。真的快没资源了啦，我现在在这个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，就看能不能多增加一点那个生存面积齁。这种加一加二的，我都积极的在那个减缓他们的毒素。风机放在这里，这不然再往这边好了，再把这里去除一下，去除完应该有一些比较能用的土地哦。他警告我资源即将不足，我也知道资源即将不足啊，可是你又没有给我更多的资源，我也知道我不足啊，帮你灌水哦。我发现他好像是真的要我在这边，在这些零零角角灌溉，然后把这些的土地都灌溉好，让我增加一点钱呢。这边零零角角的还是可以增加的嘛，增加20，没有花钱就是好事哦，没有花到钱。好了，秋风突破第一层屏障了！哇，这张地图，那个能用的空间真的没有很多。第一层屏障突破了，盖这个下去可以增加，这里-12。暖房是什么？需要这个可以变落叶林。还有吗？这个东西海水净化，居然没有。不得我按。温度不够，温度太低了。那我们先盖竹子好了。竹子这边有加61，盖下去。一切都是先为了钱哦。哇哇哇，加100多。好，盖下去。为了钱。为了我们的钱。
这个都加好少哦，你们加多一点啊，没有办法在辐射中建造。可恶，这边都加一点点而已。好了，先让你增加1咪咪啊。还是我先想办法让它下雨。哎，这个好像比较有机会哈。我看看，哎，要先增加湿度。 对，先增加湿度，好了，100%的湿度哦，哇哦，可是我只剩下78嘞，<笑>快没资源了啦，<笑>只剩下78，感觉会挂掉啊，嗯，盖一下，快死了，要加强一下。 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！我应该是要靠这个续命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每盖下去就有一个100多，好像很厉害，靠这个续命一下。好了，搞定的差不多了，现在要来增加我们的温度，是不是？快速燃烧，这边烧过去，一大片，是这样烧吗？ 一大片这样烧，烧看看好了，哦，没有烧出去啊，嗯，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招烧出去之后再灌溉，反复的洗我们的这个值啊？目前烧到了25度了，25度，然后那个污染30以下，照理讲应该要有了吧？ 不然再最后再盖一个好了，这里加3度，加1度，加3度，我要加多一点的啊，加5度的这里，这样子温度到咯，现在剩污染是不是？剩污染那刚好到那个值还不行，嗯，不然这个再盖最后一个了，耶，全部处理完毕，一口气全部化解，哇哦，现在只剩下小于5度，还找0。 要小于5度哦，等它下完雨，我们再说好了。<笑>下雨喽，下雨喽，有钱啦，钱灌进来了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来盖这个了，把这里先补起来哦。我们先来盖这个加31，细湖，感觉这边的细湖。 没有很好放置，那个两个小湖中间的小湖好像就只有这样了，还是它可以盖在这里，把这里挡起来，就当做它们是封闭的水域。不行啊，太大了，<笑>我原本想说这样挡起来就可以了。<笑>那这里挡起来可不可以？封闭的水域这样算吗？哦，这里还有连通是不是？我都把这里都分开来了。 这样算吗？这样可以哦。哦，这样就够了啊。啊，我的竹子太少了，竹子因为被我烧掉，所以没了。我看一下哪里可以哦。这里给你来一点吧。Yes， 有下雨了，我其实就不用害怕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去把这个海藻林弄出来好了。那个迅速冷冻，加几度？ 冷冻，加几度？冷冻，冷冻。好了，5度以下哦，噔噔噔，这样就有海藻林了，全部都破解了吧？真的，那回收咯。其实这一关只要小心注意，不要被干掉，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嘛，对不对？<笑>小心注意不被干掉。等一下，这里是不是也要？ 也要做，没有要做火箭了，我还以为要做火箭呢。看来回收是靠铁路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<笑>那要盖一个环岛铁路网盖完了哦，得大家稍微看一下啦，这里一圈哦。中间的没有，那中间的是不是也要来一下？中间的没有。 这样没有办法回收中间区域的东西，环岛铁路还不够哦，中间还要贯穿一下，这。
这边也来扫描我们的声部好了，在戏湖里面有什么海龟是不是？有海龟，海龟，大型戏湖海龟，然后还要孔雀，孔雀是要在这里是不是？孔雀有就好了哦。还有我们的熊猫，有竹子，有竹子，有平原，还有老鹰，老鹰要吃，先吃野猪。为什么老鹰会吃野猪啊？这里的老鹰是有多大啊？把所有动物扫描完毕了齁，现在就来回收我们的这些铁轨，把你一颗一颗回收回来齁。做这个铁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，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就可以直接回收，多快速啊。然后回收要结束咯，那个派出我所有的这个，哎，这里不需要回收了，好了好了，剩下最后的这几个了，柱子回收完，哎，结束了，哎，离开了，哎，好，也没有很难嘛，还是我已经这里的关卡已经难不倒我了，走了哟，哇，这边在那个满是城市的地方去除了那个什么辐射污染。终于变成这种德性了，那个绿地恢复真是漂亮，完美破解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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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全球复苏100%，哦哦，流星划过，哎，我以为100%之后会有什么其他的动画，哎，哎，没有，有点小空虚，哎。二周目结束后有点小空虚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系列应该到这里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